洛洛洛，看我起飞了，我要飞得更高。哇，可以哦，你怎么能跳那么高呀？厉害吧，我跳一下可是有200米高呢。嗯，确实都厉害到屁股开花了。哼哼，你废话怎么那么多，零花钱不想要了是吧？没有，不过可以哦，你是怎么跳这么高的？这里也是跳高生存，玩家每次跳跃都会跳得越来越高，并且攻击力也会跟着一起提升。我想增加攻击力，打败 BOSS， 取得 BOSS 们的宝藏。但是这个跳得越来越高非常容易嗝屁，真是要烦死人了。这个简单，我有好多办法可以让你有攻击力，而且还不会狗带的办法。还有这好办法，快快快快点告诉我。哎呀，我这不争气的肚子怎么就让人饿得想不起来了呢？好好好，这是我珍藏了10年的果汁，你拿去吃吧，快把办法告诉我。别急别急，让我先尝尝这果汁的味道。这果汁的味道不错，就是不太顶饱啊，还是让人想不起来。你个臭洛洛，敢耍我，再不告诉我你就等着跪搓衣板吧。别，我这就告诉你，你跟我来。你站树下面，下面有方块挡住，这样就不用因为跳得高而嗝屁了。哎，这个办法不错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要是你能想到，猪都会上树了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你还是赶快刷攻击力吧。5 minutes later。怎么样，我现在的攻击力是不是非常高？攻击力是高了不少，就是什么攻击力高了不就能打 boss 了？还就是什么就是？你切一下视角看看吧。什么？我的头发怎么？ A heart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, 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.血债血偿！别，我还有一个办法，不仅可以增加攻击力，还可以美容。真的假的？快带我去看看。好，你跟我来。这是我家祖传的温泉，进去就可以美容。温泉？真的假的？我怎么觉得你在骗我呢？没有，我们在水里跳跃是不会跳起来的，而且还可以增加攻击力，再加上能美颜，简直是绝配。真的假的？让我试试。超勇的好不好？还不错嘛，就是升的有点慢。还有更快的办法吗？当然有，我还有一个最快的方法。那你还废什么话，快让我试试。等等，别着急，让我先给你制造一个刷跳机，我们用方块搭出一个楼梯就行。好了，可以，你上去试试。你又想坑我，我上去要是跳起来了怎么办？不会的，我们自动跳跃只会加攻击力，不会跳得非常高的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我就放心了。那你先玩，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。不行，万一有什么陷阱你坑我呢？我不管，你就在这里给我看着。行，看着就看着，我就等到你能打败 BOSS 为止吧。啊，すごい。哈哈哈，现在有5000多的攻击力，终于能去欺负 BOSS 了。好，没事的话那我就先走了。好啊，你走啊。本来打算给你点宝藏呢，可惜有人不想要啊。那就带上我吧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，宝藏什么的倒是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可以陪你一起打 boss。 行，那就出发。什么人胆敢闯入我的领地？当然是我，小小虚空幻影，你就等着受屎吧。哎，可优呢？让你毁了我的头发，你就自生自灭去吧。原来是小冰三啊，我还以为是谁呢。呵呵，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，燕子。呵呵，这谁来救救我呀？